所以我觉得我首先非常感谢总领馆，至少我觉得我虽然我在这已经十几年了，我有一个国家在关心我，在寻找我，在知道啊，中国公民确实有一个人出事故了。Разбито много людей, много трупов уже.